难道是座空城？贼兵们都跑光了吗？如果是空城的话，为何紧闭城门？众子小心！
中啊。杨长兄弟，往后余兄要杨长你多多扶持。朱将军，孙部所有弟兄商量之后决定归属贵部，恳请将军接纳。太好了，咱们本就是一家兄弟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要分彼此了。两位大帅的在天之灵闻此，必将不胜欢喜呀。尹公子，我部弟兄还有一事不明，还望公子将军明示。请讲。郭大帅的帅位由哪一位来接掌？是郭公子还是朱将军？兄弟们明确了之后也好有个上下呀。这还用说吗？我大哥原本就是郭部的副帅，濠州三万多弟兄有两万多是我大哥带出来的，因此应该由我大哥接掌帅位。对，由我大哥。住口！元璋，愿听公子遵义。啊，我与朱元璋都是同门兄弟，无论谁做主帅，都要遵从副帅的遗志，无愧于义军大业。兄弟们说是不是？公子说的是。至于究竟由谁来接管帅位，那只有等候明王的懿旨了。明王乃天下义军共主，他颁旨由谁来接管帅位，那就是谁。我等不可擅行费力，自作主张。公子说的是。哎，我当时虽然早就看穿了他的蛇蝎之心，却没法揭穿他呀，因为他是郭子欣的亲生儿子，而我只是一个义子，不能和他争位呀。濠州大帅郭子兴拜成陛下。皇天厚土，久负水火，我皇顺天举义，再造乾坤，乃天下之大幸。
臣率部征战多年，屡赴险境，臣虽肝胆如旧，决意无悔，但生死胜败却不可逆转。臣念及义军前程，特奏至陛下，如臣不幸阵亡，仅立臣之义子朱元璋接承臣之帅位，统领安徽各部义军。在这儿啊？我刚刚已经把义父的房间收拾好了，你可以搬进去住了。哦，多谢妹子呀。父亲可留下什么文书吗？所有的文案都在这儿，我闻风未动，您可以亲自过目。唉，父亲不在了，几万义军兄弟的生死存亡都压在哥哥我的肩上，有时我真怕承担不起呀。郭大哥不必过分苦恼，义军不是还有元璋撑着吗？对对对对，有他在啊，我心里就踏实多了。妹子，咱们兄妹三人可得一条心呐。啊？是啊。郭大哥多日劳累，早点歇息吧，我先走了。啊。妹子慢走啊。哥呀，这孙子牙的虎皮王位真他妈舒服啊！书生入此这么多年了，今天总算住进这帅府大院了。这么着吧，你把东厢房给我，西厢房给汤和，咱们哥仨还住在一块儿。当年有难同当，如今有福共享。没的你滚！不行。啥？你连这都舍不得呀？不是舍不得，是住不得。咱们呀，还得回到军营去，跟兄弟们待在一起。为何？现在呀，帅位未定，军心不稳。如果咱们现在就住进帅府来，那郭天旭那小子会怎么想？嗯，那小子他不是有郭府吗？你们俩一人一座，公平合理。哎，你把那狗腿给我抬起来。别再喝了啊，瞧你那得意的样子。兄弟，现在是什么时候啊？如果稍不小心就得祸从天降。什么天不天的，如今咱就是天。郭大帅在的时候，咱可以给郭公子点面子。如今大帅不在了，你还顾忌啥呀？要我说，你应当主动接掌帅位，夺了濠州的兵权。谁不知道，这义军兄弟都听你的。至于郭天旭那小子，孙德崖说什么来着？两面尖，双头蛇，应该活剥了他的皮。可惜啊，咱们没有证据啊。况且他是义父的独子，随义父举义也比咱们早得多。按照千年承袭下来的规矩，子承父业，说不定小明王会把帅位授予他呀。如果那样，那明王就是个傻蛋，明摆着嘛。咱大哥
才是濠州义军的真正大帅。他要是把帅位给了别人，他那是找死。你见过小明王吗？咱见他干啥呀？你有所不知啊，小明王是大将军刘福通所立，所以说这娃根本不挡事儿，全是刘福通说了算。红八哥。哎，妹子来了。菊哥也在啊。哎，哇，你这脚翘得真够高的，再高就成犄角了。我正说他呢，这叫得意忘形。哎，嫂子，这孙子家的虎皮王位真他妈舒服。哎，您请。我可不敢沾他。重八，哎，有个事儿，你听了之后，既别恼，也别喜。说吧。刚才我在给义父整理遗物的时候，发现了一针信件，是义父上呈给小明王的。哎，妹子，这封信你可千万不能看。是什么话？不看白不看呐！嫂子，你看了没？看了。里头说啥？我本是不应该看的，既然看了，就更不应该说。哎呀，嫂子，你快说呀！说吧。义父在折子上说，如臣不幸阵亡，仅立臣之义子朱元璋接掌帅位，统领安徽各部义军。没想到义父对我朱重八如此之器重。重八，一旦做了大帅，你也就是一方诸侯了。这封遗书现在在哪儿？义父的书房。你都能看到他，郭天旭他看不到吗？如果他看到了，他能把这封遗书上呈给明王吗？徐达，立即回应。前天交战时，我们抓获的几百名援军战俘恐怕有些不稳当。怎么，他们不降啊？降是降了，就是提心吊胆。他们怕什么呀？怕我们仿效项羽破秦之后坑杀30万名降卒。这样，妹子，你跟徐大先回营，我跟他们瞧瞧。走。拜将陈也，叩见大将军。听口音，你也是汉人？在下陕西汉中人士，我所统领的弟兄也都是汉军。
那好，那咱们就不用见外了。说吧，你有何顾虑？别怕，起来说吧。我等归降之后，时有义军在营外怒骂，说要把我们所有人砍头祭灵，为死去的大帅报仇。谁敢动你们一个手指头，我绝不宽恕他。可是大将军您瞧，这外面就是乱坟岗子，我们脚下就是死人骨头啊。这是郭副帅的命令，城里的营房也确实全都住满了，只好委屈众位兄弟在外面露宿。军营满了，城里还有民房啊，那岂不是扰民吗？陈兄弟，义军跟援军还是有区别的。大将军，你们真的不会处置我们吗？这样吧，我向陈兄弟借一样东西。请大将军吩咐。请你借咱一尾芦席，今儿晚咱就睡在你们中间，当你们的人质，怎么样？上尉啊，这万万不可呀。这事就这么定了。那就你留下。今天晚上与众兄弟为伴，咱肯定太平无事，无需配刀。就说有人对你们不善，就算有配刀，我能挡得住这几千兄弟的拳脚吗？陈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在下完全相信大将军一片至诚了，请大将军回城歇息。兄弟啊，要论风餐露宿，你可没咱在行。当行僧那会儿，我每天都露宿野外，一觉醒来全身都埋在雪里，你信不信？好了，不说这个。哎，大哥，回去以后多取些酒来给兄弟们御寒。大哥，这走吧。来，兄弟请坐啊。来来来，哎，你还站着干什么？你也走，来坐。这个夜晚啊，我梦见了李善长，我多么盼望他能回到我的身边呐，能和我朝夕共处，说古道今。可是他始终没来。先生，咱们真要离开濠州吗？对，天一黑就出城，最好别让人看见。郭公子和朱元璋对你比较尊重，我们为何还要离开呢？何叔，你不明白，自从郭大帅归天后，濠州城帅位未定，朱元璋和郭天旭都虎视眈眈的，必有一争。而他俩一旦争斗起来，我夹在中间便如触水火，左右两难。那不好，把以前攒下的那点友情都化作仇恨了，甚至有掉脑袋的可能。郭公子那儿回不去，我们可以上朱元璋那儿去嘛。
人不可失二主啊。自从我效命于郭大帅后，恐怕就已经失去了朱元璋对我的信任。他这人最讲究忠义，在他眼里，我恐怕早已经是被主之臣了。现在回去，只能是自取其辱，你懂吗？我不懂啊。不懂好，懂得越多，苦恼越多。啊，东西收拾好了吗？啊，收拾好了。那咱们就走。先生，这是奉郭公子之命，请李先生搬入帅府居住。多谢了，我去。公子说了，如果李请不请，让我等力请，请先生恕罪。上。先生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先生，你们，哎呀，你们这是打劫！先生受惊了，先生恕罪。来来来来，先生请，来吧来。先生请，先生请，来来来来，先生请。嗯，看来公子是想让我做笼中鸟了啊。天旭丧父以来，五内俱焚，又恐先生弃我而去，故斗胆请先生到内府居住，万望先生恕罪啊！你能绑住我的人，还能绑住我的心吗？先生啊，天旭何德何能，岂敢冒犯先生啊？天旭请先生来，是想求先生救我一命。公子，快快请起。公子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其实先生您心明如镜啊，我父帅阵亡以后，濠州群龙无首，军心混乱，而那个朱元璋一心想争夺帅位，置我于死地，其事可是咄咄逼人呐。光他朱元璋想做大帅吗？郭公子您呢？不错，我也想继承帅位，可那原本就是父帅遗留给我的呀。朱元璋算什么？他不过是我父帅的一个义子，没有我父亲，他能有今天吗？只可惜呀，我父亲的尸骨未寒，这个王八蛋就要被祖篡逆了。请先生想想，朱元璋一旦得手，他能放过我吗？你说我还能有性命吗？擅长何德何能，能帮公子什么忙呢？我父亲不在了，先生是朱元璋最敬重的人，所以也只好仰仗先生说话。你想让我说什么话呢？劝解朱元璋，让我与他都要遵从明王懿旨。如果明王让我继承帅位，那我当仁不让；如果让他继承，那我就立即退出濠州，永不与他争雄。两人皆听从明王旨意，这倒不失为一种公断，这个话我可以说。天旭，拜谢先生。那么，我可以走了吧？啊，不不不，我父亲不在了，可是天旭视先生如同继父啊。天旭还要仰仗先生运筹帷幄，决胜千里呢。不瞒您说，我已经将父帅的内府安排妥当，请先生入住。不可，万万不可。哎。先生啊，我只是对父亲的卧房稍稍做了一些调整，先生如果住着不舒服，可以再换吗？来来来，先生，来，请，请。来来来，先生请进。哎呀，先生，先生，你来了，来呀，来呀。高王公子，
这几位也是郭大帅的遗物吗？不，这几个姑娘啊，是田虚特地请来伺候先生的，疑心晚辈孝心呢。哎，还不赶快伺候着？哎呦，先生，先生，我与朱将军有约，即将先父遗书上呈明王，请明王陛下颁旨。无论明王责定何人接管帅位，众兄弟都当谨遵号令，如是先父。来啊！这便是先父的遗书，天旭丝毫未动。书中内容，我与朱元璋也都一无所知。是。赵快马星夜赶往山东，当面上呈明王陛下。遵命。禀报陛下，郭天旭谨遵天意。上位，先生，很久不见了。上位，擅长是被郭天旭强行嫁入府中，身不由己呀。是吗？我怎么听说，昨天晚上有三个姑娘伺候了先生一夜？敢问先生，现在头还晕着呢吗？这都是他故设圈套，诱我落井啊！不尽然吧，不能全怪人家郭天旭啊。先生在其中不是也很受用吗？元璋在这里，恭喜先生大福大贵。我知道。上位是怪我投效了郭子兴。不敢。郭子兴是咱义父，郭天旭是咱义兄，投靠他们理所当然。这恐怕不是上位的心里话。先生说的没错，这确实不是咱的心里话。自从先生离开咱这心里是又气又恨，又想念又无奈。在我身边有许多不怕死的兄弟，但独独缺少了像先生这样的智者。上位挚爱之心令在下不胜感动。在下虽然眼拙，但也看得出郭天旭绝非成大事者。如蒙上位不弃，擅长盼望重回上位身边。真的？三天之内擅长必归。哼，为何要三天？如果先生真有此意，元璋完全可以派人把先生给夺回来。郭氏父子待我极厚，我也想为郭天旭烧尽绵薄之后再行离去，要不我这心里头……先生是个厚道之人呢，有债必偿，有恩必报。好人，您是个大好人呢。上尉，在下想问一句话，你认为明王会让谁接掌帅位呢？郭天旭。那么上尉能否和新帅和睦相处呢？水火不容。
天旭举义多年，忠勇盖世，足堪大任，擢其继任濠州主帅，赐帅御制帅服一尊，统领安徽各路义军。子玉，末将领旨。恭喜大帅！各位兄弟请起。恭喜公子荣升大帅。好好好，各位兄弟一律官升一级，赏银500两。谢大帅。燕良兄弟，命你接任义军副帅，协助本帅统领三军。遵命。还有，劳你率5000兵马前往黄冈驻守，与濠州成犄角之势。如此呢，援军再敢来犯，你我可以里外应援，合力拒歼。啊！元璋兄弟想什么呢？咱在想啊，当初孙德崖倒运的时候，也是发配黄冈。如今郭大帅视咱如孙德崖，也要把咱赶出濠州城了。哎呀，元璋兄弟误会太大了。这濠州城兵多粮少，必须得有人分兵驻守啊。难道你副帅不愿意去，还叫我主帅去吗？不必，在下遵命就是。不过，在下要在临走之前，把大帅的意思跟兄弟们都得挑明了。你告辞。哎，这一走，消除了我的心头之患。从今往后，我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干一场，也让天下的英雄们看看，本帅并非浪得虚名。咱们少帅有何宏图大略？先生，你看，这300里外就是虎扑金陵，本帅此刻望着他，那简直就是历历在目啊。金陵城背依长江，南控苏杭，虎踞龙盘，天下行胜。而且大元东南半壁的人定财府皆控金陵啊。是啊，我记得先生曾跟副帅建议过，如想成就大业，非取下金陵不可。在下是说过此话，但眼下时机未到啊。哦，哈哈，原来先生也有看走眼的时候啊。本帅现在拥有精兵数万，如取金陵，那简直是唾手可得。陈爷，在。把你探得的消息告诉先生吧。遵命，禀先生。末将在金陵城内有几个结义兄弟，昨日来投靠末将，报说城里兵马都被调去追剿浙东义军方国珍去了，偌大的金陵城只留下8000老弱，援军已经把方国珍部围在浙东沿海了，妥妥这才率大军出动。
打算在十日之内将方部义军一并拒歼，之后再迅速返回金陵。先生听见了吧？这金陵城在这十天之内几乎是一座空城，而在这十天之内，那八千老弱怎敌我几万虎狼之势啊？而十天之后，多托一旦消灭了方国珍，必定会回军来对付我们，因此战机千载难逢。我们有十天左右的时间建立奇功伟业。既然托托敢唱空城计，少帅当然应该栖息金陵了。是这消息要绝对可靠才行。陈爷，大帅，末将若有半句虚言，乱箭穿心而死，大帅如取金陵，末将甘当先锋。好好好，壮士可嘉。陈爷啊，本帅定会重用你。少帅既然早有取金陵之意，那就不该让朱元璋分兵而去，那么留扯守城也好。不，正是由于我要亲自攻取金陵，才更不能让朱元璋待在濠州。先生你想想，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岂不是连城门都进不去了？所以濠州必须交在可靠的人手里。明白了，少帅用兵可谓是深谋远虑，在下佩服。请问少帅，您打算令谁守城呢？你？我？在下身无刀兵之勇，手无缚鸡之力。可你是忠厚之人呐，先生，有你驻守濠州，朱元璋八成不会难为你。我后天进军黑石矶，我给你三千弟兄，命你驻守濠州十天。在这十天之内，你只需紧闭城门，替我保境安民即可。遵命。我们是朋友，你。